罗马拼音字在选举公报上刊登书写以原住民族语来发音的政见，使原住民族的选民也可以在选举公报上阅读到以原住民族语书写出来的政见。这不但得以维护原住民族的参政权，同时也是这个国家对原住民族的文化权还有语言权最基本的尊重。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内政委员会全体的委员，同时也要感谢大院的支持，在今天三读通过本席提案修正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7条条文的修正草案。这也代表着未来选举公报上将可以看见原住民族的候选人他们以罗马字跟汉字来并列书写政见。这是台湾民主发展进步的一小步，这是原住民族权力往前挺进的一大步。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刻，本席要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郭亚斯委员，辛苦。报告院会议程所列法律案均已处理完毕，第四案以下为一般提案及附议案，本日会议讨论事项处理到此为止。3月29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现在休息。